咱伫日常生活中啊，会当平平安安、衣食住行拢无亏欠，咱应该啊爱真知福啊，咱会当饱食者是福中人哦，爱知福啊，动地饥饿乏粮缺食。苦啊！应以世人中啊，期待避免，动体大悲心嘛，人机我机啊！大家人唔知会当用这种的心情来看大地苦难中的众生，迄种动体大悲的心啊无？咱逐天生活衣食住行拢无亏欠哦，但是呢，有真侪人啊，不管是天灾造成断粮、断水、断食，或者是呢，因为任何造成贫穷苦难。在那个饥饿中，咱不知会当去体会到安尼的人生啊，是偌尼真苦啊！因为生活是偌尼真困难，要安怎度日啊？要安怎过生活？所以咱爱时时起着怜悯心。咱爱多想想，遐个苦难人，那咱的生活中，咱都爱克己、克勤、克俭，看有法度来帮助遐个贫穷苦难人啊，度过难关也无。只要人人付出一份的爱心，这对人一定有帮助啊！何况讲咱常常伫咧讲，咱爱知因知果报，因缘果报啊，咱必定呢爱相信。咱相信佛陀所讲的因缘果报，咱伫人间啊，那是未晓好好修行，未晓好好来培养这份人生五通、人苦五悲这种的心念，那无培养起来啦，意味讲吼，来人间就是伫要享受啊。来人间所拥有的物件是我应该有啊，他唔肯去写，唔肯去付出，看大家人的苦难啊，好亲像甲伊无关系。这种的人生就是健谈呐，这种的人生呢就是无耻啊。所以呢，咱爱福。非常修，咱唔通有无耻哦，咱爱知呀，咱来发挥智慧。人人伫人间呐、啊，以天地人间共生息啊。天地呢，乃当风调雨顺；人间呢，人人会当平安，丰衣足食。这就是咱的福啊！所以咱应该是以天地人间共生息，气候那是不调和，人间人人贫穷断粮食，咱到底呢会当什么幸福呢？所以咱人人爱开发咱的智慧，咱会当通体会人间的疾苦，咱才会当去付出啦、啊。就做好，所以安尼叫做福慧相修。咱即卖下面呐，诶，这段文
甲安尼有关系哦，触福忏悔啊，五鬼道中长寿期限，百千万岁，不闻长罪之名罪报，忏悔五鬼十担龙现，分为罪报。想看卖咧，这段文也是真简单呐、啊。那呢，过去忏悔了地狱畜生的罪报，咱现在应该爱个忏悔哦。那么忏悔，可能咱嘛有做着五鬼道的因呐、啊，所以因为安尼，咱爱个在虔诚忏悔啊。忏悔五鬼道中长寿期限，长久以来都一直呢受着腹肚枵啊，无水啉啊，唔只是无饭食，嘛无水啉啊，这种断粮欠水吼，真的伫现在的人间嘛是真多啊。时间呢，真长久，尤其是受苦难时啦，迄、那个时间呢，会过较久的感觉哦。起码现在，第一个资讯呐，真发达，咱会当知影讲，现在地球面顶已经开始呢，伫咧发牛啦，有一个报道的。亚洲啊，北韩啊，开始呢向外合约，合约国际慈善机构会当帮助因，恁知影无？北韩啊，因拢总是自尊心真强呢。因讲吼，会当战死，会当饿死，会当病死。都唔肯向我求援咯、哦。过去咱去给帮助的时阵，因呢就是安尼伫咧讲。但是咱也看到北韩的人真正的勤奋，因唔是贫惰，因呢是真勤呐、啊，是无奈啊天灾，阁是无奈啊人祸造成。南北战争啊，南北韩的对立战争，所以造成了呢，迄、那个天哎呀不调和，气候不调啊，人不和啊，所以呢，人民受尽了苦难啊。在去年的八月间，又是国在水灾。灾难真大，咱真着急，咱真关心，想要去救援。看到这篇文报道啊，知影已经呢，北韩嘛，伫咧受邀受饿呢，已经呢需要向外求救啦。所以咱嘛已经接来了这封批。咱即卖已经咧，伫咧甲伊联络诶